啊，另外，咱要来看到桃园市艺文特区长下晡有警察甲嫌犯涉猎，有一个姓顾的这个诈欺犯，伊为着要闪警察，所以走去单行道，刷甲警察车来相撞，落尾是造成四个警员受伤。在下晡桃园市艺文特区警匪的协助，桃园市警分局东安派出所民警下晡两点二十四分，经过经国路甲大兴西路口。发现姓郭的通缉犯驶车经过，马上调得队查。姓郭十八人发现后边警车加速逃走，民警马上通报拿查微博。姓郭十八人因个本自己驶电动向波主所环境，电信款加王浩祖驶警车伫东北路街，加个本自己靠拿查。姓郭十八人无停落，直接冲撞警车。车顶两警察小块擦伤，在外环境阁有小块脑震荡，受伤之下，有员奋勇向前拍拍车窗，将四个十八人拖入车压车逮捕。该名男子因案发布通缉，本所员警于查缉时，其拒绝配合，驾车逃逸。本所员警立即发布拦截围捕，其驾车冲撞警车，员警上前破窗。将其逮捕上铐，全案解送归案。围捕的过程总共造成东安所保主所的四个员警受伤，其中姓王的员警有小块脑震荡，另外三个人是擦伤加玻璃挂伤。桃园市长张善政也去派出所关心受伤的员警，搁发慰问金，请员警爱好好休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